摩门建立于北宋年间，由慕容良创立。历年来，伏魔门众弟子降妖伏魔，造福百姓，并将毕生所学铸于伏魔剑之上，百姓称之为伏魔尊者。慕容良之子慕容衍生性温顺，深得父亲赏识，将其掌门之位传授于他。同年，慕容衍喜得一女，取名慕容小雪。小雪自幼聪明伶俐，悟性极高，更得到了父亲的毕生所学。天降大祸，魔王梁帆生性残暴，纵火行凶，残害百姓，被慕容衍废除功力之后，怀恨在心，勾结官府，集结重兵包围慕容府，带兵闯伏魔门禁地，将闭关修炼的慕容衍害死。其后慕容一家被魔王杀害，灵魂封印于天风谷底，如不杀死魔王解开封印，慕容全家将永世不得超生。就能把他杀了！呀、yeah! ！嚯嚯嚯嚯！快逃逃逃逃逃逃逃！我靠！哟哟，师叔，我还有绝招没出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嚯嚯！这个机会还是留给慕容吧。我闪！今日我将用你的血来祭奠我全家的亡灵。那我就送你一程。你告诉你了，我还没有出绝招，是你不小心的，不能怪我哟。哎呀！师叔，你怎么了？慕容啊，我活不了几日了。既然我们能来到此地，魔王一定就在附近。师叔不必担心。如果让他找到妖丹，恐怕会有大难。我会想办法让你安置下来。谁是毒药？谁才是你的珍宝？
我叫杨建南，当然不是建人的建，而是叫建设的建。从小到大我就霉运缠身，每次老妈带我去找算命先生，每次临走前老妈还往人手里塞了200块钱，结果可想而知了，老妈被骗了。干嘛？大孙子，快扶着爷爷起来吧！你认识我？是啊，叫大孙子。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进来，少废话，赶快扶爷爷起来，你要孝顺爷爷啊！骗子！哎，你别走啊！前面就是公安局，你是不是我爷爷？很快就有答案了。哟，小子，没看出来，你还挺聪明的嘛。其实我这次来天津啊，就是为了找你的，因为你天生的吃屎命啊。你才吃屎呢。啊，不不是吃屎，而是吃屎。吃屎命的人呢时常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吃屎命的人一辈子会霉运缠身。老骗子。想知道这些年为什么这么倒霉吗？从你出生开始，不管遇到多危险的事，你都没死，对吧？这种倒霉运会持续下去，但是遇到我之后，我会教你法术，只有法术才能帮你缓解这种情况。明天上午9点，到这里找我。老骗子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什么老骗子，没大没小的。那你这伤势？昨天我一转身
掉下水道里了，你小子也不回来救我啊？修炼道术的人也能掉下水道？老子也是吃使命吗？哎呀，我没时间和你绕弯子了，马上给我跪下叫师傅。我还没答应送你徒弟呢。我无儿无女，若你拜我为师，待我死后，你就是我的遗产继承人，可以得到我的毕生积蓄。谈钱多俗啊。师傅，那遗产有多少啊？不多，10万元存款和250万的欠条。啊，别人还欠你250万呢？哎，是我欠别人250万，要你来替我还这笔债。师傅，我家里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知道你现在为什么不能动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有个美女用法力把你定住了。看你小子往哪儿跑。哎呦，有鬼呀、你是谁啊？怎么在我房间呢？才刚见过就不认识我了吗？这样是不是就更眼熟了？你要干什么？劫财还是劫色？劫财没有，劫色更没有了，你赶快走吧。这是大师留给你的10万元存款，250万的欠条，一把驱魔剑，一本驱魔大典，还有一部精装版的《金瓶梅》。金瓶梅也算道家珍藏呢？哎呀，不是，这是大师个人收藏的。明天开始，我会训练你。大师不在了，以后我就是你师父。杨建南，明天我会来找你的。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我再强调一次，我不是鬼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。剑南，要想打倒别人，必须脚跟站稳。师傅，咱们是打鬼啊？闭嘴，照做。给。师傅，我们为什么不用伏魔剑？伏魔剑魔性太重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很容易被它吞噬心智。
剑南，想试试自己的本事吗？我可不想跟你对打。今晚可以试着降魔了，到时你随机应变吧。你不去吗，师父？不去了，自己小心点。是，师父。哎呀，你们是拍电影的吧？你是不是想听音乐啊？你也是驱魔之人？僵尸活了！哎呀！师父，其实不用你出手的，我就可以搞定了。以后注意点。那是你师父。我提醒你啊，最好别打我师父的主意。你是打不过他的。走开。
来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大师，我助理给我看了你的视频，就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不知女侠是不是跟你在一起？女侠？详细的说说吧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我见鬼了。啊，你先在我家待着，把你家的地址和钥匙给我，要是不放心你可以跟我们一起。我相信你们，要不然也不会来找你了。这张卡里有20万，如果你们能帮我降服他，这些钱就当做你们的报酬吧。卡你先留着，降妖除魔是我们分内之事，我们不为钱。谢谢老板。哎，你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朋友就这样。没关系，这钱本来就是给你们准备的。杨伟，赶紧准备东西，我们去一趟。现在吗？对呀。现在也不是晚上啊。我们就不能提前去看看？好吧。
还是你进去吧，反正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。一起进去。我在外面等你好了。胆小鬼。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信不信我让你连鬼都做不成？赢了还是输了？按电话给我。干嘛？简单。这是我的号码，下次有这事儿记得通知我啊！就你那几下子。杨金南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了？为什么我不能在这儿啊？不是，我只是没想到你会出现在这儿。我是特意来找你的呀。啊？我是特意来找你的呀。那你怎么知道我家住这儿？我好像没告诉过你吧？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好吧，跟我来。啊，好啊。谢谢啊，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件事儿。说吧。我想搬过来跟你同居。同居？
你没事吧？我的意思是呢，就是想过来跟你一起住，互相有个照应嘛。你住哪儿？当然住这儿了。不是，我问你以前住哪儿？我以前住城外。行是行，只是这么远，搬行李会很麻烦的哦。不麻烦，我都已经搬过来了。在哪儿？一会儿就到。你会做饭吗？你呢？会啊。味道不错。嗯，想不想出去活动一下？带你们去一个地方。去哪儿？你呢？我听剑南的。就这里了。爷爷来这儿干嘛？我在这本书上看过，每隔十年，天空出现七星汇聚时，这里会出现磁场反应。然后呢？然后咱们就可以穿越了，咱们可以回到大宋朝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年后回到现代年代，不过不要担心，回来的时候就等于穿越前的下一秒。你一个人聊吧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我还没说完呢。我说你是不是穿越剧看多了？啊，医师。没事吧，杨伟？你们快走吧，我们怎么能丢下你自己呢？杨伟，你们快走，我们赶紧走。
去走走吧。魔王已经得到第七颗珠子了。其实那天晚上魔王就是奔着阳痿去的，目的就是得到第七颗珠子。这不是普通的珠子，如果七颗灵珠同时聚齐，那个时候他就可以打开时空之门，回到以前，将剑南杀死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三天之后时空之门还会再次打开，我们必须在他穿越之前将魔王杀死，到时恐怕会有一场恶战，只怕那时想杀死魔王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不希望剑南有任何事情。我能看出来你喜欢他。你不也一样吗？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从来没有求过别人，这次我求你一件事，好好照顾剑南。你是要找魔王拼命吗？现在他已经得到七颗珠子了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要去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不必了。答应你。在相遇的一瞬间，为你把时空穿越，越磨越，这含泪的一双眼，转眼间沧海桑田。远的远的，都说爱是自己信念，手指水中月，聚了散了，才知缘是分心一点，相天再见一万年。眼前的永远。
是繁星一夜，向天再借一万年。爱到万年，谁又我睡了多久了？你都睡了三天了。师傅来过了吗？嗯，三天前他来过了。哦，糟了，楚楚，把我的剑给我。可是你的伤都还没好啊。快呀，来不及了。等得太久了，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岁月曾改变容颜。
在窗帘，有许多话又无言，同感同觉我们之间，却有点近有点远，岁月曾
急了。三二一，走！快呀，来不及了！哎呀，我去！那相遇的一瞬间，为你把时空穿越，越磨越，这含泪的一双眼，转眼间沧海桑田。远的远的，都说爱是自己信念，翻云手指水中月，聚了散了，才知缘是繁星一点，相天再见一万年。相见再见一万年。